看来好饿。好，你要去切菜啊？你知道怎么切菜吗？你去切菜。OK。放那边去切，放案板上切，切，快点，先放这里，很好。然后我去上菜。然后你现在要切一个番茄，切一个生菜。好，好丢。好丢，你要不要丢，先去切。好，去放了，很好，这就是沙拉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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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给你吃，不给你吃。我过不来。现在要黄瓜、番茄、菜。啊！好，给你丢回去。OK。啊！好好好，你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在这上面。你看，啊，放上来，切，切菜，放下来，好好吃。等一下，现在要一个番茄，番茄和这个，然后再要一个菜，切好放上来啊，很好，好，非常不错。啊，对，然后再要一个番茄跟菜，好，我来，啊，你去，你去，你去。OK， 真棒，好厉害呀，菲利普。这样子吗？对的，对的。好好好，非常好。好，在切的时候放在上面。这你先放哪里就好，我等会拿盘子。我来，你去切。啊啊啊！快切！好好好，没事。他们太饿了。我们现在回城堡，他们要把这个洋葱头给吃了。好好好。好，我们走了。开冲！来，要等我，我调下键位。好，好，你看，你看，很好玩的东西，它能创飞小面包。嗯，还起，看这是什么？做寿司？做寿司吗？好好好，考验你脾气的时候来了。看怎么做生鱼片，看到没有 ？OK， 我这边是鱼，我切鱼，你切虾好了，但不上虾，然后两个鱼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那你拿鱼过来切，啊，你不要上没有的菜。啊，你现在去上就可以了。好笨哦！你还笨，你打的比我好。啊！抢一盘呢！好好好，
OK。我抢你盘子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哎，我靠，菲利普。不会，还好。好好好。送错啦！好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用马，不好意思用啊。有用，有用，有用，有用。啊！这个虾怎么那么大呀？我也不知道，看起来好好吃啊！要好多虾哎，那我帮你切个虾好了。嗯，你再切个虾，我们俩就搞完了。哎呀，鱼掉了！啊！嗯，好好好 ，OK， 好好好，耶、yeah. ，可以，非常好。很好啊，这玩得很好啊，可以，我们继续去做寿司。来，看还要420分哦，是三星。然后这一关我们要切鱼，然后煮米饭，还要把海苔放在盘子上，这样才会是寿司哦。那我去煮米饭，你去切鱼好了。你看，鱼，你可以把鱼直接铺在那个海苔上面。啊！你去上菜，把这个组装一下就行。底下有弄好的，你直接可以过来拿。好，你直接切了鱼之后过去上去拿就行。啊，嗯，哎，完这回还是不太熟悉。你再切个鱼放海苔就是。切个鱼。哇哦，我们配合好好的呀！有没有什么投诉？我在哪？我在哪 ？OK。拿空锅干嘛，宝宝？我也不知道。好好好，哎、好好好，你还能再做一做一轮。对，你去，你去。哎、啊，来不及了，没事。
来不及没关系。1600啊，我靠，我妈赚晕了呀。好好好好好好好，嗯，好好好，非常的不错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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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你还可以撞小树，可以撞这里来回撞。嗯，来，这个就是要去洗盘子，你看看到没有？脏盘子要去洗。你看你在那边闹，这样我给你任务，你去那什么煮米饭就行，煮两个米饭，不要煮多了。然后给你个这个，然后你要自己切，你可以把黄瓜拿，黄瓜拿回我切。煮好了，然后你把它组装一下就行。然后我去切个虾，然后我上菜，组装好了给我就行，我直接拿过来送。对，你放这就行。我给你两个米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要米饭要去煮，不然弄不了。你不用洗，你不用洗，你去管米饭，你去管米饭。你慢慢自己配就好。我去送，我去送。你要给我黄瓜。黄瓜得我切，切在我这边。你是不是要那个海带？海带你直接拿过来，你把饭拿过来就行。我这有很多海带。对，你直接把饭拿过来就好，因为海带跟米都在我这边。猛洗碗啊！我操！好好好，你把你的两个，米饭，对，然后拿个黄瓜碎过来。好好好，拿两个黄瓜过来给我。对，这个就可以上了，然后你再丢个黄瓜我去切。对，然后这个菜就能上。去洗个盘子，我来拿个虾。给我丢个黄瓜就好。嗯，就直接放在里面，对，非常好。洗两个盘子，洗两个盘子，洗一个就好，然后拿过来。啊，差一点，没事，很好 ，nice， 非常非常的好，玩的比我想象中的要更熟练一些，非常的好。来，我们看看这个隐藏狗狗关。好，把这个一踩，哎，我们就能从这里上去。看，聪不聪明？哎，没有办法，好聪明呀、啊，受不了了。但它这个树真的很可爱，你看，我们来回闯。可以。这个可以试一下，好吧？我们试一下怎么玩。来，好吧，你看，你要切好东西之后，把它拿面粉跟它一起先去搅拌，然后搅拌好了之后才能上锅去蒸，看到没有 ？OK。所以我先去切东西，你要给我丢面粉哦。你看这个是一个肉的，你要给我丢个面粉过来，从去下面给我丢个面粉来。对。对，给我。对。然后你去给我个鱼，或者你自己去切鱼，你自己切鱼去蒸。对，鱼你就自己去蒸，你看它就只有两种。
对，你直接蒸就好了，非常好。然后飞利浦，你把这个拿去蒸，然后拿完蒸之后把那个锅笼子给我，还给我。对，因为我需要。然后你好了之后，你就直接可以上菜了。上菜在你那边哦。啊。对。你可能会有点忙。我尽量。人家忙晕了，给飞利浦。然后脏盘子给我拿过来，我去洗。然后给我一个那什么，给我一个面粉。顺手把脏盘子，好，没事。你先蒸，你先蒸吧。嗯、啊。对，没事，你去送。没事没事，你可以按 shift 的加速跑。对，然后你把脏盘子放那，我去洗。对，哎，真乖。哎。你要送，我送不了，我在世界的另一头。啊然后你给我个面粉，好，直接给我。好，然后你直接切鱼自己蒸就好。就是你要负责管蒸笼，然后你负责上菜，然后负责把脏碗拿过来。这个可以那什么，这个可以去那什么蒸。对。对，你先放在上面，然后你先把它拿过来，然后你直接去上菜。对，啊，然后快把脏盘子拿回来放那，然后对，非常的好。哎，不会，它滴滴滴滴滴滴滴，你彻底不管之后，它才会爆。等一下 ，OK， 这个拿去蒸。好，要爆要爆！你怎么把鱼丢我这呀，宝宝？好吧，要爆！我的感觉，生鱼不能吃，生鱼不能吃，生鱼要去蒸。OK， 笑死我了！等一下要蒸哦，就是你看这些东西，就是你蒸好，你那边是蒸过嘛？然后这个是你要拿去蒸的，然后你要把脏盘子拿过来洗一洗。然后现在你最多蒸鱼多一点，现在不要蒸我这个，对，你就切鱼蒸。你看你的鱼要爆了，先上鱼吧，宝宝。宝宝呀，加油！好，这么多脏盘子，我洗。我错，快，快上菜，上，爆不爆？把这几个好，把这几个拿去蒸就行，把这几个，我是牛肉，哎，怎么那么多碗呢？你别那个鱼饼爆了，你拿去上菜，这个也可以上，这个是好的烧麦，这个烧麦已经蒸好了的。对，然后你再把这个楼下这个拿去一上菜就行了，应该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对，你把它放到碗里面就行了。对，你直接去上菜。把那个不用管，你把那个什么，你不用管，把那个一蒸，那个一蒸，蒸蒸蒸蒸，好。可以，过了好吧，非常好，非常的不错，能过就是好事情。这说明我们起码能玩够了。它有很多不同的食物的，现在是寿司，以后还有别的，很好玩。我们很棒啊！开冲！看现在我们要干什么？啊，这关有点恶心啊！这关就要来回跑。你看，按住 Shift 可以让你的厨师加速。所以你看，你拿了米之后直接按 shift 加速。要你切了黄瓜，那我切鱼。让开！哈哈，我去煮个米饭。那你就切配菜好吧，我去煮米饭。Okay. 你管菜。你要注意哦，他有的不要那么多黄瓜。知道。
去洗个盘子。上好了，等一下，我妈来。我来。现在是要鱼。好，猛蟹青瓜现在。为什么我？要煮米饭，我去煮个米饭。呀呀呀！好好好好好，真霸主呀！好好好，我现在去洗盘子。你下面的也可以上，等一下。煮个米饭，煮个米饭，煮个米饭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顶级配合，顶级配合。等一下，把这个拿了之后，把这个拿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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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上去啊！哈哈哈哈！送菜送菜送菜，要有鱼的，鱼跟有鱼，切好了切好了。好，来个饭，好，你快熟了。黄瓜，我这有盘子，我拿个海带过来找你。煮米饭，煮米饭，你去煮米饭，没事，我来配。这个是要鱼，然后你再去切个黄瓜吧。OK。没事没事，你已经做得很好。哎呀，我操！这灭该死的灭火器。没事。完。对，你切个黄瓜就好，来得及。哇，这怎么到我手上了？没事，来不及了，米饭主要时间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可以了，已经很棒了，是吧？摆烂。好厉害。哇，768，可以很强。我的评价是比我厉害。你这第一次打，哎，你看，把这个开关按，然后上去，哎呦，上去，好家伙！你看，我们要煮意面，好吧？就是你的那个意面，就是那个番茄框框框煮意面。OK。好好好，这样啊，因为。我这样，我去煎番茄，你煮面，因为你看我在上面啊，把番茄给我拿过来，谢谢你。对，你就煮面就好，你可以按 shift 加速。嗯，好了。好好好，没事没事。完了完了。好，我去上菜，然后你记得把这个面等我放到这里面来就行。对，哎，非常好。然后我给你丢两个面下来。我靠！啊，这个得你自己弄一下。然后还得洗个盘子，我们俩没盘子。哎，可能得你洗个盘子。对，你把那个面拿出来，你先把那个面从那个锅子炉上拿出来，对，就随便找个空地放。对，然后先去，现在我去洗碗，然后。好好好好好玩好玩，真好玩呀，菲利普！啊，这不着火了吗？好好好，妈的，不洗盘子在这玩是吧？点名批评！哎，上去个人，上去个人，上去啊！哎，好好，那我在下面，你去送菜，你去送菜，你去把这个送，你去把这个送。
那你要，对，那你洗盘子，然后你等会儿关着，你再去拿个面，对对对，你去拿两个面，自己去煮。你拿一个，我拿一个。好，那我留上面，这个拿去送，这个可以送。锅尽量不要离得太远，我来弄。啊，放着放着放着。好，你去那什么，拿两个番茄。好，你去那什么，你去洗碗，你去洗碗。来了，拿一个面。好，真的要分爆爆爆，等一下，这个可以送，这个可以送。好，看得出来我们的合作不是很愉快，把番茄给我放下。放番茄下面的面爆了，还在笑，还在笑，不许笑。你把那个番茄拿去吧，那你去上菜，你去上菜，你去上菜，你去洗盘子吧，你洗吧。还在冷暴力、啊，让开！好，送上了。我受不了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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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不愧是分手厨房、啊、感觉玩一会儿多急了，我已经有点红温了，说句实话也没有很红温啊，就是有那么一丢丢红。你看你还可以转这个，转你跟他一起转着玩。嗯，没有啦，没红温，开玩笑的，这就红温了。这就红温了，那承受能力有点差。那这把我们其实也还好啊、做一个番茄，那你做第二个菜，我做第一个，我上第一个，你上第二个，我帮你把这个生菜切了。对，你拿个盘子去组装，尽量不要把饭放在那个盘子，不要放在菜板上，不然不好弄。我已经切番茄了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好喜欢和你打游戏，简直就是太好了。啊！冷暴力还是？等一下，你切了番，好，那我去切番茄啊！好好，你切生菜，好，你切，我们就是要商量一下，好丢，好丢，好丢！我切这个生菜，你自己洗碗去。你洗，我切生菜。好，我去洗碗。好好丢，好丢。等一下，我切个黄瓜，你切那个什么，你切番茄跟生菜。好好丢，好爆爆，受不了了，我要爆了，喂丢。哎，这个火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不让你过去了。然后我们俩赶紧做点菜吧。我尽量。让开，蔬菜。好好好，还在丢，还在输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让你过去嘛，那个火。感觉天气不是很好的样子，这一关。完了，不会，我们要记了吧？完了完了！哎，我在干嘛？好好死了，爆爆爆！好好，你去灭火，你去灭火，我给你个任务，你去灭火，宝宝，你去灭火。灭火器在哪？灭火器在哪？真爆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
好好好，好火好火，好密好密。现在先做第二，对你去煮米饭，你去煮米饭。你看下面要有米饭的菜。哦。我来切这个水果沙，好好好好急。真的要爆了！等一下，黄瓜、生菜。对你去煮几个米饭，对，然后我来给你配菜。第一个是要鱼，第一个要鱼，鱼我得去上面来。你去把它们放在盘子，把米饭可以放盘子里面，然后你再去煮。好好好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菲利普就在这里。啊哦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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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妈的炉子在哪？哦，炉子在这儿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，我来。没事，你做的很好。那你洗盘子就好。那你把这个，你把这个凉菜给弄一下。你弄凉菜，我弄这个。切个黄瓜给我。切个黄瓜，切个黄瓜。OK， 把那黄瓜放那个放，好好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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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。哎，我真受不了。好，别把西红柿放饭里面，放饭里面我杀了你。好，没有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怎么会呢？把西红柿放饭里。你刚刚把西红柿丢了饭里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 Steam 好友就可以删了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以后再联系了。好的。开始急了，真急了，这回真急。好，他让我们回去，回城堡里去。OK， 还有事情跟我们说。好好好。你看他跟我们说，说什么？荒郊野外，团结协作。哦，那我们走吧，走，我们往后走，过来合影，看，我俩好可爱、啊，走，哎呀，可以，好好好，抱抱抱。等一下，你看，我们先去水里面做饭。哎，你看，我们是潜水艇，不对，这个是那个什么？哎，这个好好玩，这是什么？目标，好玩。好，这回呢，你看我们俩隔岸相望，你要丢东西给我，只有生的才能乱丢，盘子锅和熟的东西是不能丢的，所以我要给你丢东西，你要丢回来给我。你看你要去，不要去做，什么意思？飞利浦爆了，别丢水里，往我这里丢，往我这里丢，不要丢水里。哎，哪个呀？我被气晕，不要丢水里。好好好。被狗男人气晕，好好好，慢丢是吧？好好好好，还在丢，还在输出，还在输出，你要按住键丢，你要按住那个键丢，你丢过来丢啊！你看，你看，这是到我手上了吗？丢啊，非常好，熟能生巧。好好好，丢给对面，喂给对面那个。好好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配菜，我再给你做点丢两个。哎呦，这小完了。好，还在丢，还在输出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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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我要。啊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。好，啊，非常好，你这不就丢得很好吗？
等你等一下，我要配下菜。嗯，哦，我现在看看给你土豆和鸡肉。完了完了，完了。完了，爆爆爆！好好，我急死，我急死！他这个音乐真的恨不得把我吹死得了！好快，好快的听！啊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好好好，默契之大评测，默契之零。哎我他妈的我录下来了，我不受不了了，我骂人了。去练琴，练琴秀。我受不了了，这多玩一秒都是 torture 好吗？再玩一把好吧，我不信我们的、okay. 我们的友谊会止步于此，最后一把。要爆就真爆了，这一不是我刚丢给你，反正我丢水里面，是我绷不住，我当时想，啊，受不了，真的。这个也是哦，这个我们要做切东西。OK， 它是要煎虾煎鱼。OK， 你去煮菜，看我们菲利普厨师不慌不忙，走路过去，菲利普这样走的。笑死我！等一下，你要煎鱼啊？你要煎个鱼，这是虾。煎鱼。对，你要拿去煎，对。然后煎好之后，把那个第一个菜组装起来。你得待那边。哦，我们得有个人站在那边，不过没事。嗯。对这那个肉要去切好之后煎，肉要切好之后煎，肉要先切，哦，切哦、okay ，这个第一个菜可以上，我回去。你去下面拿煮面，然后，这个是要一个鱼要去煎。这个是单个的面没有用，它这个肉的面可以拿火，等会去上了。我在做这个第一个， okay. 我在做那个虾和鱼的那个面。OK， 走，我们俩一起去上菜。你把这个菜拿着，对，你把这个菜拿走。然后我去切个肉，对，我们俩切个肉。你看那个肉的面有很多。煎个虾，那我切虾跟鱼。你记得煮面就行，面比较少。OK。煮面，配菜都好了。啊，我来煮。然后还要个肉，煎肉。OK。这个面好了，下去上菜。哎，没事，我来。要个鱼就好，要个鱼就。肉好了，肉再煮个面，要煮面。给你尝一口的，他还没吃，我们先尝一口。好，下面虾煎了，菲利普大厨，快去开虾啊！好，挽救，但是要送菜了呀！哎呀，3秒到达那个地方，好。
牛逼！可以可以，这把没有太爆，这把玩的可以。这游戏好玩，等一下，还有一关，还想再玩。走了走了。这个不是很好。去了。那好吧。